喂，你好，我是借刀尽财务达人，你想吃喝玩乐没难度，我们可以帮你借钱借刀尽。吃喝玩乐我没什么时间做这些东西，还有我都不用借钱，你不如取消了我的电话，麻烦。等等等，阻你一分钟，你要不要借钱买楼呢？大装修啊，这样全部都要钱的。你说买楼装修，你知不知道其实装修有很多消费的陷阱的？你又知不知道装修完之后呢，不想屋企有超标的污染物又应该怎样做呢？还有买不买这个家私电器又要留意什么呢？你知不知道？那咁你就一定要揾翻本选择月刊睇下啦，或者咧就上翻消委会嗰个嘅官网或者 Facebook， 里面有好多消费资讯等紧你噶。其实我想换手机同埋电视，有冇啲咩 tips 噶？有就有，不过我奉劝你一句啦，借钱容易还钱难，千祈唔好咧就挂住买买买，先使未来钱可以越借越可怜嘅。借钱来电，一支要搞定。